我就是现在正在对阳神的欺压者发起连续剧的攻击，现在八局已经打完之后，欺压者已经 KO 掉了，33连之后，阳神的欺压者终于是被他拿下来。今天晚上阳神欺压者给火球叔打的也是不要不要的了。这里的话，来自于阳神对战火球叔，咱们来看看八神暴气准备打出更大伤害力道，回身偷下腿，但是对方下直接用这样升龙腿破了他的下倾角的出招，那现在大跳过去直接取消终极阿克星攻击，这一步打完之后还没有结束，还可以再次连一个终极阿克星攻击，两个指令头招被他击。好了，那现在局面上对于火球叔来说啊，很被动了，对方是再点局啊，对方是再点局。如果说你喜欢看这个游戏的话，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也可以加入咱们的粉团。朋友们晚上好，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98C 的比赛的直播啊。这是要赢吗？火球叔，苦力啊，苦力啊！现在火球叔的优势比对方领先半血。好，黑头没有完，那个暴气就出好连，所以说呢，爆发的速度这么强，可能直接影跳 DD 打 counter 直接确认不忘，还没有完，爪子直接确认一个天堂之眼，再接可以划切音八字女来喽，收工了。还有一个莲娜等着阳神的八神，现在是又来到了爆八对战爆娜的一场经典对决，最后啊，最后一个人是有枪犯的。好不容易看你一次，老杨你不要拉胯呀，雷米斯啊，你也喜欢你看98对吗兄弟。阳神游戏了，阳神阳神空中也是用八尊多一个枪反，双方都没有枪反了，没有枪反，那么就看这一轮，哎，阳神赢了。我就说熬了一个升龙，结果被对方注入一股能量，莲娜丢了。你猜对了吗？阳神赢了，给他点个赞好吧。